这边吗？开始吗？直接从这边往下。好啊，直接给。王鑫，今今天天快快时实薪了吧？对吗？一个人先全铁吧。我觉得如果他往上会不会比较好？往上，因为如果中不拜要代拜。表没。你的麦有点断，哦，拍谁拍谁？我说非常短。没有，因为隔壁在开台啦。我说就是，如果中间都实心的话，直接往上会不会？也是可以。哦，其实我们铁还算多可以啊。就可以去地表烧了。那我直接往上啊，我旁边挖条往上的。好啊，那我去，我先往下挖。那我也先往下挖看看。有点黑啊，看不到。没有煤炭，将就一下吧。哦，妈妈。这里，看不到，还可以吗？雨月，可以是可以，只是看不太到，很黑啊！我看，这是什么？不是，这不是煤炭，我还以为你是煤炭。结果不是，是吗？对，哎，进哇挖全黑，赶 快进挖地表，东西收一收，去地表了。我还在往上，我还在往上。好的，好应该的。已经哪一条在路？哦，这里。旁边，就在往下的旁边而已。啊，我先收喽。好，我是砾给你，石。我给你光芒。有，看到了，看到光芒了。位置不是很好啊，你们需要拿铁斧吗？没，铁斧？那这高度是不是已经？67、64。啊，哦，听到扬声，有碳，听到扬声了，快到了。哎，我听到哭光声。晚上晚上吗？吗？哎，晚上哎，还是先挖那个高度都平挖。晚你们要上，平挖吗？现在是，因我为们现在高度晚，就快到了，可不以然啊。先平挖，不用吗？在哪直接个位出置？去。那哪个位置？看一哇，下。54、63。26，这边吗？你直直挖嘛，然后，这个方向吧，对啊，这个方二向，六，那就这边喽。对，嗯，来一人一一人边，一边吧，来往你那上。边，好，哎呦，你打起来了。你们要什么？那我们先让繁星全铁好。我们要出去了啊，故宫，前面就鼓励出炮，口了。鼓励炮，好等一像下，鼓等一励下，炮了。先要不要先整顿？可是那边是边界。繁星，好，不管了，我们先出去找吧，出去吧，好吧。装备先穿起来，装备先穿起来。等一下，我这边还有7个铁，只有7个。已经开始说了哦，已再经说说了哦，我们了要出哦，我去出去了哦，了哦。我们要出去了哦，东西先收起来哦。有，好，外好，面现在哦。目标现在是我，哪里在好，收？哪里在收？我在上面，我在上面，走喽！我在云月后面，哇！小心小心，等一下，边界哪里在啊？哪边啊？哦！找不到啊！等一下，好多怪哦，你们回去吧。等一下，太多怪呀！我死了，太多怪了吧？中间太在难哪里了啦，泱泱，啊？哪里呀？我快迷路了。哦，原来出去已经做变这么小了。鼓励发过来，鼓励发过来，哦，是太小是不是？区域已经很小了。哦，不太行，不太行，没关系。不太行，鼓励发过来，鼓励泱泱小发。心哎呦，哦，后边面来哦，后面喽。小心喽。
啊，太难了啦！哦，在这里哟、哦。我在角落，这是哪里啊？在小雨那个位置啊。哇，他被射死了，上面有人。这太难了吧，这个。我的天啊！好好笑哦，这个。我们刚好在对角的位置。对。哇，那怪超多的。哦，各位。嗯，就是比谁躲怪躲比较快，超可怕、啊！我们的位置地势不优，你们出来被怪疯狂弄哎、欸，没办法，超多哎、欸，我们就两个选项，一个被压死，一个就被怪打死啊，对啊。哪来的苦力炮、哦？我在旁边看也没看到哎、欸。我在苦力炮，哎、欸，他怎么选？哎、欸，然后在上面快看快看快看，嘣！所以他是从树那边走过来，是不是？我看到的时候也是在靠近的，也是准备快炸了，说、欸、快看快看。他是从树那边走过来啊，刚好看到，好扯哦，太聪明了。我说是会有怪哦，队友都一直不相信，我就很担心我队友，所以我一直看前面，结果没想到后面来。对啊，我想说会有枯工，可是我没有想到苦力炮会走上来。可恶！而且你们竟然还有工，对啊，我。好笑哦！我去挖了三条线，他是我们全村最后的希望，真的，最好的弓，最好的箭。看到一堆箭，我去拿线。哇，你箭塞很多哦！好巧、哦，总共20几个吧，超多，夸张，一个苦力化，他杀了一堆鸡耶！而且那时候团团根本是吓死人，然后我突然点亮魔法怪就哇，这什么东西？怎么办？对，我偷一个铁钉就走了。你还有偷铁钉啊？我有，他看起来就有开。哎、欸，他很傻哎，他就偷一个。对啊，你应该拿那完好的有几个？对啊，你应该把矿拿。没有没有，那个我人还是很好的。明明就是你忘记了。顶着猪尾开始。太夸张。小偷，当个小偷，而且是很傻的小偷啊！偷一个以后，加油，快跑，快跑！只偷了一个啊，对，只偷一个，只偷一个烧好的，没烧好的没偷，对，合理的，合理的，对，道义有道啊，有偷就好，有偷就好，这就像是小偷留一封信，我要偷你们家的东西喽，预告信，对，预告信，我明天要来偷你们家，嗯。我帮你把那个保险柜给锁上了，人真好。偷完以后，你们保险柜没锁，我东西拿了，帮你锁上喽。哎呦，不用，来哦，这个是弟弟 UHC 哦，不用锁哦，又是弟弟。我下面弄宽布。这个 U 为什么颜色特别怪啊？哪里啊？下面。过来看这个 U 啊，跟我无关、啊。原来是跟你有关、啊，跟我无关，跟我无关。哦，红搭咖啡色，观众提供，观众提供。嗯 ，OK。嗯。哦。哦。哦。SUHC 是什么意思啊？对吧、啊？我什么、啊、超神秘？为什么多一个 S 啊 ？S 不知道啊，然后加个 S， 或是 SLIHC 啊 ？SLIHC 吗？原来是这样。哦哦，了解哦。哦。SLIHC， 脑洞大开。是什么？高地不晓得在哪。嗯，请 S 哎、欸，它其实底下都很高哎、欸。是哦。嗯。来看的吗？它是蘑菇地底世界哦。哦。底下是蘑菇的。哇。会生怪吗？所以那应该不太会生怪。嗯。哎呦。嗯。所以高度其实都可以。不会有神队友帮忙了。神队友，你说刚刚那个？对。什么神队哦？苦力怕，苦力怕，帮我们双响，双杀，一炮双响，真的。哎、欸，那看起来有点像红色符。你知道我刚刚一直很想讲，但是我没有讲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刚刚看第一眼我就觉得很像了，但是我没讲，所以我都没讲啊。
我们都等着开炮、哦。感谢你跟我讲了。再见了，有事。你们没注意到吗？我们其实都有，哎、欸，对，并没有。好，开场说声好，好，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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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不，我要动了，对，有帮打光完队啊，可以连三场绿的，对，我们今天就一直绿下去吧。但队友有不同嘛，有都一样可以换，有换啊。我好像我们有换吧？你们三个一样才换，你们好像有我们是三个一样吧？第一场的时候，第一场一模一样，有点厉害。再问一次，你呀？哎，还要重置？哦哦，我想说，哎，换我还是一样，好不好？分。哦，没有了，我还是绿的、啊，等一下。注定绿色了，表示我想换个颜色啊，可以。你好绿哦，我要找点超绿的、欸，妹子一对，太绿的、啊，妹子一对，绿的，打包妹子，打包妹子，你是绿色妹子吗？哪里？哎，真的耶，妹子对，打包起来吗？那请问我先打妹子或哈记 ？OK， 哈记，所以上林丫丫不是女的。其实我有，我嗯。还有啦，你现在才知道是不是？其实我有啦。哎、欸，那账号你来我们这边做叛徒啊！他们两个自己努力。滚！我把羊带走。撤！你们两个自己加油。我们去哪？去哪？走开啦！啊！去哪？怎么弄？哎呀！来，我一个一个慢慢拉。一人一队，有没有？一人一个房间，对，电视效果开启，怎么了？一人一个房间，开始啊 ！Go go！ 哦，我刚画面有装备，有道具好多哦，不有装备有装备，哦，哎、欸，这不就之前那个吗？是吗？就地下的那个吧。对啊，我们要很省木头的那个。蘑菇地形，它不会生怪啊。它是，看一下生态。对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个地方不会生怪、欸，好棒啦。这就随便随便挖啦，随便挖啦。哎、欸，你头上记得做要做铁镐哦，省一点、啊、要省那个了，省木头。嗯。我做工作台了。好。好。这里有铁，记得要做石镐。做石镐了，这有那个背叛者吗？没有，没开。没有。你给我石头好不好？挖给你吗？对。我这里有，我这里有。不要，你们没有拿那个不朽矿工镐吗？那个不能挖铁啊！不能挖铁啊！我说挖石头，石头不是用那个就搞挖就好了？哎，对呢，没去哦。哎、欸，其实这个挖很快、欸，这个矿镐挖很快、啊。这里还有铁，阿基，这里还有铁。好，嗯，我哦，这里有洞。哦，哎呦，死了！被不朽矿镐烤死。啊！挖炭，炭，炭在底下，炭在底下。哎呦，又被矿镐搞打死！哎呦，那是矿镐，那不是只剩一颗心？啊！啊！他们用矿工镐在打架、啊，也是啊，他们没有武器啊，正常啦。是啦。好了，我有炭了。我这里有一些炭。来，炭放进去。底下还有不少铁，可以先去挖。好，去挖，不会生怪，好爽。一笑，挖不到。等下我们就全部铁装去看他们这样子，嗯，他们就傻眼了。那熔炉需要多一点，帮我多些，会比较快。好，然后就先多挖一点煤炭。我挖石头。好，现在送个野上来。
哎呦，这边挖一挖。哦，铁。嗯哼哼。有煤炭应该很够了。这里。啊。三。哦，铁丢给你身上。好，那就。铁。我来守护我们的炉子。怕有人来偷是不是？对。你刚刚没听到吗？有啊，十四个啊！铁，这里十八个铁了，嘿嘿，铁，你好开心哦！啊，按错了，不会生怪，多开心啊！真的，可以随便挖都不用担心，是啊。安全区内啊，大峡谷，哦，有黄金哎！怎么会有鹅卵石垂直铺上来啊？你们盾牌都做了吗？还没，要做吗？投够吗？做一下吧，一人做一个盾牌吧。我可以先帮两个人做盾牌。啊，我不用啦。我其实我也不要啦，我有不要用盾。啊，你们不要。盾在我手上都是装饰品。我也真的很少在举盾的。很不会用盾。哎呦，这样子